天生活去过农村吗？咱演的是个农民。帮我订一家三星酒店，我想体验一下普通人的生活。带我们去看一些不是游客去的地方。这名菜好噶啦，冇看。而家到底系我嚟体验生活，定系佢哋嚟体验我呢？有没有更正常一点的农民生活呢？您说的是穷的意思吧？我们村早就脱贫了。干什么呀你？我们全县早就脱贫了。都在这儿了，快过来，把门堵上。你说你这是弄啥呢？我也是看你电影长大的，老地方，俺他个王家，王冠八八八。爱你，把车赶紧开过来，估计见到我了。这眼神啊，牛掰 glass。